于浩然胡乱解释保险套，儿子竟然信以为真就。你有拿保险套给你儿子看过？小时候有在我房间找到过，拿来当气球在吗？没有，他问我说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？”你备有？我说那是蟑螂药。我儿子就有一天就把我的蟑螂药通通拿出来，放在我们家每个墙角。